贴膜了，贴膜了啊！手动发电不起气泡了。专业贴膜了，贴膜不起气泡了。手动发电，环保锻炼啊！专业贴膜。啊，贴膜，专业贴膜了，手动发电啊。我没找你，你还送上门了？怎么，想打架？不打，打架是粗人干的事儿。我想请你喝酒，你敢去吗？谁买单？当然是我了。现在去。张扬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今天见到你，其实我挺开心的。我发现我没那么恨你。我从来不喝白酒。你喝点小酒，不然你解不开这个心结。谁干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家，我在北京没有朋友，但凡有那么点钱，都拿去喝酒了，有时候还吃不起饭。想他，那就回去啊。回去？你说的挺简单的。哎，你不觉得有时候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那么一条路？看不起我，啊？行。来。哎。对，拿着啊，都不用找了。走。包。不是，大哥。啊。这还差20。是你这不是都给你了吗？都给你了吗？不是，您这一共是220，你给了200，这还差20。都给你了，你就不用找，20块给你。行，别扯了，瞅他俩玩那玩意儿喝的，我操，滚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不来你这儿了。不来吧，赶紧滚！我是知道，爸，对，爸为什么喜欢你？小心，爸那是个高个子。不是，怎么走啊？走，你就走就行。走这儿。啊？哪边？哪边？
哎呦，你看，这。这，钥匙啊！钥匙，我不知道啊，钥匙呢？哎，你去坐啊！不是这样，不行，我不能占我便宜，我男的，我找钥匙，我。我不能这样。别动，不要动。起床给我打电话。像这种小场面，让你爸把钱给够了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走吧，雅西，咱们从侧门走。我为什么要走侧门？哎，不行。
你说的就是你，你为什么不拍我呀？我是长得不够美吗？还是腿不够长呀？还是我胸不够大呀？怎么没你不拍？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让你后悔。大家说说想法。波点这个图案我是真不懂，这种 old school 已经不流行了。条纹的也不好，显得人特宽。我觉得女生穿紧身 T 超有感觉。我喜欢露腿、大长裙、开高叉，特别文艺，特别性感。最好啊，有 BF 风。BF 是男朋友？对啊。那你男朋友是什么风格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可以留个电话吗？别挂掉。BF 风呢，就是指女生穿着宽松宽大的衣服，造成 oversize 效果。你问他们，还不如问我呢。怎么样？我帮你答呀。哎，我刚回答你的问题，你怎么感谢我呀？请你喝咖啡。一杯咖啡就打发我？小姐，你要求不要太高啊。你叫什么？你叫我小姐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要表达歉意就跟我好吧。好了，跟你开玩笑了。你要想跟我好，还不跟你好呢？我可是马上要当大明星了。你呀，小心再被骗。又不是没被骗过。哎，对了，我要去录音，你要去进货，那咱俩一天换一天。你陪我去录音怎么样？我现在呀，对时尚可是非常有研究的。你要是开店啊，我肯定能帮得到你，好吗？棒了，亲爱的，唱得非常好。辛苦二位老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今天晚上 Stephanie 请大家吃宵夜。走吧，咱们先去，好吧？ Okay. 你们等我一会儿啊。我呢，先带老师去吃饭，啊，你这边搞好了再过来吧。你快去吧。你什么时候有个英文名啊？洋气吧。我现在呀，已经准备休学了，我要投入到我的演唱事业中去。那以后应该叫你蒋角呢，还是应该叫你Stephanie？ 啊 ，Stephanie。你要叫我 baby。我觉得你应该踏踏实实的把书念完。泼我冷水，你是最厉害的。你难道就不会说一句，蒋角，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努力，你跟原来不一样了。你难道给我一句鼓励都不行吗？你很努力，你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我先走，他们还在等我。耳朵，快来尝尝我们新出的草莓蛋糕。你小脑袋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
我一看你这症状，我就知道你得的是这个相思病。哎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请你去看电影，金城武演的。可是我喜欢的是刘德华。啊？不会吧？你怎么会喜欢这种大叔类型的呀？这你怎么不接呀？不想接。哎呦，真羡慕你。羡慕我什么？还能跟喜欢的男生玩这种任性的小游戏呗。什么怎么样？就是那个啊，你说店面装修啊？张扬，你就要开店了是吗？张扬，那你得赚不少钱吧？哎，那你算大老板了吧？我开网店，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哎，太谦虚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别理他们，别理他们。阮浩拿你跟我们打赌，说你绑了个富婆，我还说你不想上课了。还跟我们赌一个月生活费呢！哎呀，走走走，你别理他们啊，我跟他们开玩笑呢。我还真想绑个富婆。阮浩，如果有合适的，记得帮我找一个。不是，不好玩。哎，阮浩，你也给我介绍一个呗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？这弄疼我了，烦呢。你干嘛啊？你没给我打电话，我主动来找你了。我没有你电话，在你口袋里。你还弄一小纸条，搞得这么浪漫，跟谈恋爱似的。我们一起创业。行啊，你说我听听。我在网上开了个店，主要卖女装。啊。你把地摊上的货放到网上来卖，我保证你赚的钱比以前多一倍。不是，可是上网这玩意儿我也不太懂，我就会上 QQ 聊天啥的。我怕给你耽误事儿。我们是合作，你不是帮我。我平时要上课，所以啊，我负责网上的页面控制和营销。我们一起进货，你负责发货。我可以跟你干这个，但是呢，你也答应我小小的条件。你得给我印上名片，啊。不是，哎。你这亲来亲去的，跟谁亲呢？这个亲啊，是亲爱的缩写，是一种礼貌，并且是一种亲切的称呼。我告诉你啊，前期不仅优惠很重要，服务态度也很重要。亲啊，这玩意儿真能赚着钱吗？能，当然能。现在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差一个模特了，只要找到了，就能做自己风格的女装，这生意就会越来越好。下一步呢，我就有自己的设计师、自己的工厂，甚至自己的品牌。真的？真的。不，让我想想啊，那我这。印一张名片那不够使了吧？你想印多少就印多少。哎，好，来，继续。你要让顾客呀，喜欢到你店里买衣服。哎，快，
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亲，嗯，收到东东，记得给我好评。妈的，这邪了门了，这个。我来。你来，来来，你来吧，来吧。我让你买行货，这都买水货。是你不会。你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么难找。难找你不也找来了吗？我冰雪聪明呀，人送外号万能定位仪。哟，我是谁？你想逃我，除非你躲到大气层外面去。我也想来了呀。可以啊，朝阳，还挺有情调，彩灯都挂上了，还挺有规模的。就是有点寒碜，好好干啊，也让我好好尝尝当老板娘的滋味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忘了他原来对我们做过什么了？我忘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你是缺钱还是缺人啊？你跟这种人掺和在一起干什么？我希望我可以做成功一件事，我希望你能支持我，就好像你想当明星一样。我觉得你上次说的对，我们要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。来，帮我一个忙。你这开个网店跟公司要上市似的，梦想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你怎么才来啊？一会儿自罚三杯。我跟我小表妹发信息下错站了。不用解释，必须罚。你看怎么样？以后这儿算个据点，常来。好。好。哎，谁要不知道咱们家网址啊？我给大家发链接啊。好吧，我给你们开始东西去。你们喜欢什么就告诉我。我白送，要照你这样做生意，还不得赔死呀？你说的啊，送给我小表妹几件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记得你那小表妹是不是眼睛特别大，皮肤还特别好？对啊，像这样的女孩子，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人追的，是不是啊？现在的男生呀，追女生很厉害的，都是生扑。什么是生扑啊？就这样。哎哎哎，你呀，多喝点这个，说不定哪天你也能深扑一个。陈源，考得不错。那必须的。韩志，挺好吃。水平不错嘛，这些年在北京没少给人烤肉吃吧？嗯。我看着张亮的面，烤两串让你尝尝味儿。你老实说吧，你潜伏在张亮身边到底什么居心啊？还潜伏呢？你拍谍战剧呢？潜伏我余则成呢？你要敢乱说话，你就死定了。你害怕什么呀？张亮，嗯，那个辣椒面没了，你帮我拿点辣椒面去。我不吃辣椒，少放点儿会长痘。真香，要不要我来帮忙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哎，你尝尝，这刚好了。来来来一串，你小心啊，签子烫，这签子呢戳人。戳人，哎，好喽，起活。
走了，拜拜，谢谢招待。常来，拜拜。嗯，走了，你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拜拜，走吧，送你去打车的地方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体贴啦？这条路上不安全。出事算了。那到底走还是不走？走。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让我们也更加的期待下面选手的精彩表现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四号选手闪亮登场。接下来我有一个很大胆的请求。讲。我向两位老师要一张 pass 卡。咦，你歌还没唱呢。不是，我相信我的勇气足够要一张 pass 卡。你给我一个舞台，我能还你一个奇迹。舞台就在这里，奇迹呢？下去吧，奇迹就是您下去吧。热烈的掌声，更期待的表情，欢迎我们的五号选手登场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布丁。我给大家带来的是《看我七十二变》。打住！你以为那是孙悟空嘞？还七十二变？总七十二变是首歌啊。是首歌？是首歌也不听。那个主持人换个女的唱歌不听。西域，哦哦哦！那就让我们直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六号选手出场吧。耶！唱歌，你会弄啥嘞？但是我会讲笑话。讲。从前呢，有一只老鼠参加一个选秀比赛，可是呢，还没到第一轮，这个老鼠啊就被淘汰了。然后这个老鼠呢就十分抱怨，到处跟别人说有黑幕。别人就问他，那怎么回事啊？老鼠说，他刚上台，评委就说让他走个猫步看看。哦，好好好。美女，你也走一个猫步呗。要不要？既然想看，那掌声呢？走个猫步。这样的，就这样的比赛，你让我来干嘛呀？就这种你，你叫点心，给我站住！小雅西，你给我站！你给我闪开！你个骗子，你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，你把我爸的钱全还给我！嘿，我为你这破节目花了多少钱，你不知道啊？钱我不要了，你给我闪开！你不要穿到我的视线里面！雅欣，给雅欣，闪开！雅欣，雅欣，你开门，你开不开？滚开！你开不开？滚！你开不开？滚开！不要，你给我下来！给我滚开！人都已经内定好了啊，合同我都替你签了，你现在跑了，违禁谁付啊？滚！你给我滚！我不行，我不能。滚开！不能，炸死我！不，滚开！你。你以为你有钱了不起啊？啊，光有钱那叫暴发户，没有钱没地位，你也没人看不起。知道回来找我，说明你也不算太笨。你说你跟我吵什么呀？啊，这件事你要做就做，你不做我也可以不做的。你给我找个音乐老师还有舞蹈老师教教我吧。
我想在以后比赛里面用。这儿是北京，亲爱的，像你这种条件、这种嗓音的人，遍地都是。现在的娱乐圈，根本不是你学点东西就能红的。你想要红，要出新闻，要博版面的。像你这个死脑筋，我把刘欢和杨婷找来了以后，你还是红不了啊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呀？你是不是天天在心里面骂一万遍这土暴发户的女儿？我告诉你，迟早有一天我会红，等着瞧吧。加油！熊老板，哎，欢迎欢迎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李尔，我妹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悠着点使唤她。我不怕累的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脏活累活我来，你们负责美美的就行。哎。我马上就下班了，你自己可以吗？放心吧，没问题。你悠着点啊。你是有多不放心？那你帮我把饼干补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我帮你吧。哎，不放心，给你个小狗。谢谢光临。就可以还你钱了。好，谢谢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在忙，没有听到。你在哪里？在蛋糕店打工，有客人来了，我先忙了，再见。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？是。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只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什么？你觉得暗恋会有结果吗？说，你觉得男生喜欢女生应该用什么办法注意比较好？直接说。不行不行，直接说也太直接了，会不会没有新意？我想要那种。哎呀，你绕来绕去，他要听不懂，不是更浪费时间？
老板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走。你好，您是来买画的吗？我们这儿的画都是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又好看又便宜，你挑一挑吧。我是来卖画的。你这种风格的画在这儿可能不好卖，来这儿买的都是学生，送男女朋友，浪漫一点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买。多少钱？你看着给吧。一块钱，可以吗？见过你，在哪儿？忘了。谢了。你还有话吗？是不是都卖一块钱啊？今天没有了。那你明天还来吗？今天特价。要不你以后的话我替你卖吧，你把价钱标好，我们这儿只收手续费，可划算了。啊。